现在要为各位呈现的风格就是我们的 hip hop 这个风格。All right， 第一个风格就是 hip hop， 所以 hip hop 风格之间的对决，让我们欢迎我们的选手们，先直接就位，再好好介绍啊。马上要介绍的第一组师徒团体，没错，就是由我们达鲁门神的阿尼尼神带着他的得意门神塔可老师。玉泉老师，阿尼尼神不用多做介绍啊，塔可呢就是由我们的，没错，玉泉老师所带出来的啊。当你也是大学生，怎样一直不是？来来，不是，那你讲。他不是我带出来的。那所以呢？所以我生出来的吗？不是啊，也不可能啊。对啊，所以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组合？在前面啊，你也不知道啊，但没关系，反正她也是你们小师妹嘛，对不对啊？达鲁门神小师妹 ，OK 的。好的，那接下来没错，他们的对手呢，让我来看一下，就是由我们的秀仪老师加身加练。对面这组，对面的真的是师徒啊。他们一对，哦，哦，你们要临时这样改是不是？可以吧 ？Jacky 可以吧？这个老师没问题，没问题。不，老师说真的，我觉得这样的对决更有意思，更有意思。对，因为呢，我相信我其实很常在舞蹈场合讲这样的话了。你起来又回去。我相信每一位学生或老师都很想对到自己的学生或老师啦，真的用舞蹈，在舞蹈啊，在舞台上面要用舞蹈来做一个回馈，我觉得是最棒的一件事。没有，因为我们会被电了，所以这样子好了。好了，随便了，随便了，随便了。好了，来，两组老师们记得，待会呢也是一样，各一分钟的时间哦，总共有两 round， 好不好 ？OK 的。好，接下来时间没错，接下来 Are you ready？All right， 现场观众朋友们，给我们请两大师兄们掌声！ Let's go battle！ 好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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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
对啊，对啊，这样嘛，没错嘛，没错嘛，还是还有，哦，是一人两乱是不是？ Okay. 哦，好，那没错，那没错，再一乱 ，sorry， 再一乱 ，sorry，come on，come on， 接下来没错，又回到我们的家里以及秀宇之间的飞前了 ，come on。It's been a long time coming。Thank you.
献给在我们场上非常热情的这两组选手们，谢谢他们，谢谢啊！不是老的，一起来，一起来啊！来，谢谢啊！没错，这就是我们第一个风格 hip hop 小舞的精彩的舞者交流间的对决了啊！是。是一个精彩的表演赛，所以呢，真的也不用分出一个胜负来。不过哥，那爹 A N I 抢他顾了，哎，对，啊，要不要帮你穿鞋带？啊，要不要推你去晒太阳？可以，好，慢慢来，慢慢来。阿莲，哎，可以，可以，好，对，啊，口香糖没？喂，好，谢谢，感谢我们的教育老师，以及我们的玉泉老师啊，还有我们的嘉丽以及 Taco。